10月9日，张钧甯在台北出席某运动店铺开幕活动，一身高叉短裙搭配拳击辫，十分活力性感。张钧甯在活动上对早前被曝与邱泽恋情进行回应，他说报道没有经过求证就被写出来，除了自己觉得很难过之外，更多的是心疼我的母亲。最近真的事情很多，很多新闻，对浪费公共资源表示抱歉。对于邱泽的追求，他表示他们是在拍戏认识结缘的。我觉得邱泽对于工作表演非常认真，对生活也很认真的人，但提到感情的话，要认识除了工作以外的他，那这种东西是需要时间的，现在还没有这么着急确认这个事情。我跟邱泽就是我们在拍戏认识的，是因为拍戏结缘的。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对表演非常认真，然后对生活也很认真的人，所以我觉得要提到感情的话，其实这个可能要认识除了工作以外的他，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说非凡娱乐时事。